这怎么在这接的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往后拉开开，也没有螺丝，咱也没有用过这种毕竟不锤。实在嘞。哎，会用了。哎，这样转。赶紧平理一下。先把它泡上吧。先弄点碱面儿，弄得底洁净。用开水吧。行嘞。清理清理，不清理不行，太脏了。整个卸下来。咱没用过，就是你小心一点，别给房东拆坏了。那不会。嘿，掉下来了，彻底清理一下。一会儿咱们就简单做点饭吧。嗯。今天不是还有饺子呢，出点饺子。我也等着洗头了，其实。真的，好嘞，这个装上就行了。嗯，咱们回老家有多长时间了？有没有半年时间了？嗯，差不多就是半年了。那你感觉生活过得怎么样？在老家？挺安稳的呀，挺好的。安稳是安稳了一点儿，现在这个年纪，你说就这么安稳，以后了该怎么办？咱们回到老家，你看现在也帮不上老人什么忙，有事儿的回去，没事儿不回去，我去洗头了。感觉这头发长得好快，又该理发了。这天一天比天热，他们天下雨的。你这干完，我给你说说会儿啥意思呗？不知道。他说：“这样说，也不换一种生活方式，每天这样也是。”反正在家里安稳是安稳，是吧？嗯，我想说，学一个技术。前段时间在呼呼喝喝的，可能吊空吊空调吧。吊空调都是爬了高楼。啊，那肯定了，你干啥也不容易，嗯、是不是？但是是在家里一个长久的一个劲儿。嗯。是吧？因为在这个方面的话，肯定是不是很。从来没在这边长久住。对呀、啊。慢慢的等，四十五以上的再送我家帽子腿脚很那啥。前几天跟更重的联系时，建议我说，嗯。给了他开大车吧，说你小开小个驾照，叫大车本儿。反正我得考虑，我也考虑这个事情呢，因为在老家说实话，这个工资，你说，这是少，是在县城确实是低。嗯，你考大车了，反正是，嗯，得在本地的工资，我想摸得是比平常的高要。是，再一个，我想说，哎呀，我特别纠结。现在这个年纪，你说就是这样安稳的生活下去，以后该怎么办？以后没有保障呗，又没有保险，又没有收益。嗯。这开车也不算啥收益吧，但是等到你上了年纪大了，要视力好的话，开车是没有问题的。嗯。人家上次大哥跟我说，最起码开车是提保着，你这样每天在路上行驶是受不了体验。是，干啥都不容易。同样是一天。反正你考虑考虑吧，这里你不能光顾当下，以后的事情也得考虑周全。是啊。